这一次呢，我们会觉得格外的诡异，是因为我刚刚特别提到的，有没有？就是往上。上次前不久的嘛，大陆这个网友乱传说这个蔡赖户哦，好，总统府立刻澄清辟谣，而且向大陆的网红提告，还报警抓人，到对岸抓嘛，我不知道，图也都出来了。更早之前，2020总统就职前夕爆出民党在总统初选的时候因系公斗对手赖清德事件，好，那这个当时府方也立刻澄清，而且还启动调查，反正动作很大啦哦。那对比此次呢，遭到这个质疑说，哎，你这些对话都已经流出了，哦，非常难看。那你完全是府院把手伸进来，完全政治干预。但是府方除了否认之外呢，其实也没再多说什么了。那我要请教巧心的就是说，就是上次的事情哦，你说打这个什么蔡赖互殴啊，打起来了这个东西，你还告到对岸去了，告到对岸的网红，哎，那府院这次为什么不告陈娇华啊？当然是因为这是国际级的丑闻嘛，对不对？这国际级的丑闻啊，竟然被人家录音录到什么呢？录到说哇，原来我们的电视台能不能够上架，是要先去打通关节的，这什么意思啊？所以 NCC 根本就是只是一个傀儡而已嘛，号称为独立单位，其实就是民进党侧翼打手。台湾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了，这不丢脸吗？当然丢脸，连裴伟自己都等于是承认说那是闲聊，告诉大家。闲聊才是最真实的时刻啦，你董监事会议的时候有人在那边听做会议记录，怎么可能讲真话？可是私下你要去拉拢别人嘛，拉拢的投资人的时候，哎，那个东西就真了。他只是说是闲聊，并不表示说他没讲这句话，然后这句话是假的，是啊，表示真的有他说的变造是什么意思？就意思说只有一段而已嘛，看起来像那废话，不然难道你哎陈娇华他要在那个宝贵的质询时间里面给你听两个小时吗？这不可能，他当然是，所以除非你说他是伪造，伪造就你没有讲那句话，但他把你改成那句话，或断章取义，明明你两句话中间有别的话，中间把它卡掉，否则的话，其实我觉得即便是闲聊，那都是相当有意义的。我再问大家，2018年的时候，张天青事件。聂东厂大家记得吧，张天青是不是闲聊？对，他也说他闲聊啊，这种事情被抖出来，谁不说自己是闲聊，一定说是闲聊的嘛，说我没有那个意思啦，好，只是这个随口说说等等，不行，因为你今天是处长会主委，好，那不行，因为你今天裴伟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他已经向别人说了这些话之后，那就要请问他所指控的这些府院党的高层，有没有跟他吃过饭，有没有跟他见过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说裴伟很会做菜嘛， 对不对，很会下厨，那请问他请客的对象都是什么样层级的政商名流？这个我觉得都要去查，你们这些被点名过的人今年或是去年有没有去裴伟家做客吃过饭？如果有的话，那裴伟今天所讲的这些东西就很有可能在参会的时候就找个机会就跟你讲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必须他们要回答不能闪避的问题哦。再来，2018年的时候选举，大家在讲说灭东厂，这个促转会是东厂要利用呢这些促转会的资料去伤害侯友宜的选情，把他拉下来，那2022年是什么？是灭西厂，这个西是 NCC 的西NCC 灭西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从他们关中天到宜平 TVBS 要准备这么做，然后到要让静电视去上架，然后呢还有录音出来说要已经打点好通关了，反正最后你都要让我上的，再加上一件事情，然后特别讲静传媒、静电视他们在海外。有一个账户，神秘账户，有很多奇怪的金流，开曼群岛吧，然后呢会不断借钱给静电视，这是某一家的网络媒体所披露的内容，在金流查清楚之前，我都认为静电视不能上架。你要想哦，当初中天被讲说是红色资金，最后一毛钱都没有查到，被问的时候讲不出来红色资金红在哪里，但他还是把中天关台了。那现在静电视，我们两相比较，他是有一个神秘账户，然后负责人叫做裴伟，然后呢会不断的借钱进来，借钱进来，所以静电视大家都说快破产了，但还撑在那里，为什么？有奇怪的账户汇钱借款进来，那请问？那个公司又是谁把钱投进去的呢？这个东西没有查清楚。哎，如果民进党为什么没有合理怀疑是中共资金？有没有怀疑是中共同路人？
没有，为什么？因为静电视跟你妈急骂急，所以你就不会怀疑他这个嘛。可是一个电视台里面有明显的不明资金的流向，你能够给他上到这么黄金的频道吗？我觉得连上架都不应该。你只要拿出当时对中天的标准，就不可能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讲为什么大家说 NCC 是脏 CC，NCC 是 Need Coco。好，你看昨天罚了周玉蔻，说是罚周玉蔻，罚的是人家去年的，还轻罚40万元而已。那是在讲什么？一个人可以拿10张身份证去投票，这种荒谬的话在我们的电视台里面播。当时中天新闻只讲口误，讲出一个幼稚的事情，而且我们2分钟后立刻更正，被罚100万元。他在电视上面黄金频道污蔑说一个人可以拿10张身份去投票，伤害严宽恒的选情到这个程度，结果呢？隔了快要一年以后，所以有人一大堆人现在去检举，才挑去年的例子随便罚40万。那请问严宽恒的公道呢？社会的正义呢？林静怡已经当选了，所以周玉蔻他伤害张淑娟这么深到这个地步，有两个人还在挺他。第一个不敢切割陈时中嘛，我怎么去切割他？我怎么能够呼吁他？第二个叫做谁？林静怡送花给周玉蔻说：“我们都爱你。”为什么？你当然爱他，你就是这种不良媒体文化、恶质媒体文化底下的既得利益者，你当然爱他嘛。如果不是他用这种抹黑、造谣、违法的方式，林静怡当得了立委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的 NCC 非常离谱的事情，所以真的是必须要发挥民间的力量去阻挡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台湾发生。这个静电视哦，他居然说不敢笑想55台，因为说要把这个 TBS 移频嘛，好，那就是静电视要进驻55台。静电视就说没有啦，不敢笑想啦，能上架86就阿弥陀佛了。好，那。所以为什么突然姿态放软啊？现在是不是因为这个烧这把火？因为其实静电视的争议一直都在。好，那这次烧的这么大，其实只想讲文，因为毕竟已经烧到总统府了。当然嘛，而且呢，这个事情哈，我觉得是这样，就我们是从一般民众的角度刚刚去谈这个事情。对。可是如果我们有政治的角度去看的话，现在政坛上面谁最担心静电视上架，尤其是到55台？其实可能不是国民党，是赖清德阵营，你去看他那个背后跟裴伟的关系的那个结构，你刚刚讲到洪耀福，然后呢，他们全部都在干嘛？他们现在全部的人都在帮陈时中竞选，是陈时中的主力部队，里面什么焦糖啊，一堆五 A 五 A 扑龙狗，全部在里面。为什么在逃生啊？好，在避难，英系在找他们未来的庇护所。大家要去思考，刚刚凯翔还有讲那年那一段，你知道那时候蔡英文跟赖清德两个人在选总统这个初选的时候，哇，那个杀到多激烈？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周刊？而且不是赖清德都叫总统网军停手了吗？而且不止那个网军是一回事，那一年被拍到什么呢？那个赖清德的朋友们，七人众好，到某一个地方那个办公室嘛，立法院某一个那个办公室之类，行政什么办公室一个地方，然后呢去开会，每一个人的脸被拍得清清楚楚。怎么可能有人拿着相机在那边拍不知道？那一定是什么微型摄影机嘛？那你一定是知道有人要去，才会在那个时段里面装了微型摄影机。可能附近都还有人在那边晃来晃去，在顾那个摄影机嘞，然后就爆出来了。所以你要想哦，赖清德他现在是2024年，他们可能会想要整个阵营去争取参加民进党初选能够出现。对，那蔡英文为了他的这个论文事件吧，哦，始终还是对赖清德不放心，他最担心他的30年升等论文，会不会这个赖清德如果当总统，他还真的会公布那种东西出来？他最害怕的是这个嘛，心里很紧张。好，那如果今天的静电视到55台？你觉得他会对谁开刀？对国民党这是一定的啦。NCC 本来就不公正，静电视的正没关系，大家都知道嘛。那但是呢，在民进党内斗开撕的时候，他绝对是站稳稳的，就是在英系，在洪耀福这边。而洪耀福这些人，他们现在感觉到英系的政权快不稳固了，全部往台北市逃，然后想要扶持陈时中上位之后，至少台北市有一个基地，能够让他们苟延残喘待在这里。可是
抱歉，陈时中选情很差，他可能会落选。那他落选以后，这一群人没有他们要去哪里？没有，王浩宇说现在民调差1-3%，陷入焦灼。OK， 他开心就好。我只有祝福，只能祝福的柯文哲名言。那我的意思是，陈时中如果落选了，那英系本来的这些规划，那些人没有地方去了，蔡英文以后也要退了，最起码说真的，可能也跛脚了。那当赖清德要往上的时候，赖清德敢用他们吗？会用他们吗？没有他们的黑料吗？那如果有了静电视，英系又整个复活起来，他可以跟赖清德去谈判的事情可多 了。所以 NCC 今天这个所谓的静电视，他的东西暴露出来，上 有这么多的爆料，不要想说哦，国民党搞。没有，其实我认为全政坛里面最担心静电视的人其实是赖清德的阵营。但政治归政治，我们一般民众的思考，对 一般民众的思考，对一般民众而言，其实我觉得问题在于 NCC 不中立、不客观，已经依靠特定的政治势力，这件事情是我们人民不能接受的。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喽。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哦，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也没有任何的污染，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小朋友 baby 儿童孕妇完全都可以用，欢迎大家上快点购。